身体不能失去相连。身体不能失去碰触的点。剧场里面比较容易看到说一个人真正的潜力之地差异性被看到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不对？这是我觉得蛮吸引人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会去欣赏别人的差异，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善于说让别人的潜力有那个发挥的余地，对。那看对象。小三或小四吧，因为那个想去大便，但是上课时间就一直忍，然后忍到受不了了，就跟老师说要去大便，但是到厕所正在脱的时候，就大在裤子上，然后同学就来帮忙处理。反正呢，就是弄得很狼狈就是了，然后学校就通知家长来带回去。然后回到家之后，爸爸就赏了我一巴掌，说太丢脸了。从此我们就
裤子关系就破裂了。